我是觉得年轻人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，因为我自己这把年纪，其实，我是最羡慕年轻人的，因为你们拥有，我没有的才华，你们有我没有的青春活力，你们有，我最嫉妒的原创性，然后我也没有你们的热情，你们的独特见解，你们那么愿意做自己的那个渴望，然后你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态度，还有你们眼神里面散发那种能量，那个都是我最想要而我最没有的。因为我在学校教书，我每天都跟年轻人相处，我相信你们会是最不同的一代，10年后15年后你们会是改变台湾的第一线，那我很钦佩你们，然后我绝对站在你们旁边，我不相信你们是草莓族，你们绝对不是，我们一起见证你们改变台湾。